什么？25分钟做好一桌菜，还是有汤有菜有主食？有我们在，你放心吧。一锅汤冻冰箱，随吃随拿，5分钟就能搞定牛肉汤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剁椒鱼头、鲜肉馅饼，一起操作更省时。许大厨现在还剩6分半，怪不得许大厨刚才不着不急的，原来你心中有数啊！备好半成品，快速做好一桌菜。喂，哎，丹丹，来我们家玩没问题啊？要吃我做的饭？可以可以，山珍海味都给你安排上。你们到哪了？我们到门口了呀。是吧？你的饭呢？准备好了吗？不是。我得有时间准备，你们不能说我说来然后一下唰就出门口，这不行。你不是总做菜吗？做菜肯定快，是不是？我总看大厨们做菜啊，我自己做的少。那今天咱还有来吃吗？有，这你放心放心。那要不然这样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给我20分钟好不好？有饭有菜有汤，绝对满意，行不行？就20分钟啊？就20分钟好不好？好没问题，先休息一下，等着你。哇，这来太突然了吧，要不要这样啊？哎，刚刚呢其实我是演绎了一个场景，我相信大家生活当中应该多多少少有跟我一样这样不太靠谱的朋友，突然来你家说要吃一顿好吃的，但是你没准备啊，怎么办？我得搬救兵，所以呢赶紧请出我今天的两位救兵来，欢迎两位救兵。好，两位救兵不要急，我来了。来，有我们在，你放心吧，20分钟能搞定，绝对没问题。他们要求挺高的，要有饭，要有菜，要有汤，而且还得好吃。这样，我跟许大厨分一下锅。我5分钟之内给大家做一道名小吃——淮南牛肉汤，怎么样？5分钟内就能完成？5分钟足够的。那我们计时器都准备上。人家5分钟完成一个淮南牛肉汤，你呢？15分钟。15分钟做几个？做2个。做两个。哎呀，你这哪够够的？做什么？来说一下。剁椒鱼头、酥脆肉饼。哎，你看有主食，有菜，对吧？您这还有汤。汤。那得，稍后我也来一个，给大家弄个主食。哎，什么主食？一会儿告诉你。两位究竟是谁呢？来做个自我介绍吧。行。大家好，我是从厨25年的叶大厨。大家好，我是京鲁台大厨许世全，我做菜就是一个快。时间这么短，所以叶大厨，要不然你先开做好不好？但是我跟您提前说一下，跟朋友们说一下，我为什么快呢？我这是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你看，在这呢。这个为什么我们家连续半个月每天5分钟之内都能吃喝到又香又有营养的牛肉汤？这是我们提前熬好的，我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花个2-3个小时做好，然后放在冰箱里保存起来。那许大厨，人家这有提前准备，您这有吗？当然了，剁椒鱼头我把剁椒腌好了。这也是提前准备好的。如果要现腌剁椒，那得1礼拜以后才能吃上，来不及了。10天8天，或者说半个月才能吃上这个鱼头。哎，这个做好了，那咱们的鱼头15分钟就吃上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，要快速做菜，同时呢要做好准备，这样呢既保证味道，同时呢又能让速度快起来。对，好，要不咱们先开始好不好？先教大家这个汤怎么做了之后，咱们再开启这5分钟的计时，告诉大家，哎，5分钟内怎么去完成。好的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来，第一步咱们去接水哈。这个肉呢，提前我们都是冲过水，咱们就直接放进去啊。好，这放的是我们的牛腱子肉，对，牛腱子肉。这我们加的有牛肉，还有这个牛棒骨，还有鸡架子啊。鸡架子也是增加鲜味的吧？淮南牛肉汤的灵魂应该就是汤。汤。厨师的汤，唱戏的腔。咱们还有一个香料的搭配，这也是让这锅汤有一个复合味型，不能把牛肉的鲜味压住，但是又增加了这个香料的鲜香味，把这个肉香味更能激发出来。来，花椒大概15克左右，香叶6片，山奈啊15克，大料4瓣，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。对，常规的。甘草15克，香砂10克啊，香砂，肉扣啊5粒。咱们把这袋子系上之后，一会儿洗一下，香料上面有一些沙土啊，脏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咱们洗一下啊，一定要给扣紧了。
把我们调料放进去。嗯，好。这个要煮多久呢？这个煮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。但是中间一个小时的时候，这个牛肉就熟了，捞出来，捞出来凉了之后，咱们要切成片嘛。等于说这一锅当中，既有我们要做淮南牛肉汤的牛肉，牛肉，也有我们的汤底。对。等于说我们的半成品。都完成了，都完成了。哎，那我特别想问，就这样的一个汤底的话，它可以放多长的时间？自然冷却之后，放到冰箱里冷冻，放到半个月。那如果冷藏呢？冷藏的话，你要是三天之内吃完的话，哎，你就正常在保鲜冰箱里放起来就行了。现在我到冰箱里面打开，让您看看。好，我拿几方让你们看看。来看看，量不少啊！哎，这是牛肉，这是我们提前在那个汤里面卤好的牛肉，分成一份一份的啊。那等于说一人份是吧？啊，对，一人份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开始挑战了，对不对？你的五分钟是从哪开始算呢？一会儿我们就开始开火的时候开始计算。哦，对，现在还不算是吧？现在不算。这个大家看到我们打开的，它是。冻得像冰坨子一样，就是这个脱模其实挺难弄的。但是一会儿有个妙招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您别一会儿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们。好，好。我们这个提前把盖子盖好，一会儿放在一个盆里面或者器皿里面，拿温水冲一下，让这个温度呢提高一点，它边上它就会有一点点融化了，这样子就好倒出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千万别拿热水，拿热水的话，这玻璃器皿容易激裂。这个方式就是快速的脱模，对，技巧是不能用热水，热水不能用。咱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脱没脱模，好吗？哎，脱模了啊！好，叶大叔，等于说咱们这个准备工作已经是准备好了吗？很好，做的没问题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倒计时，五分钟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咱们把这个汤倒进去。好，这五分钟能完成吗？能完成。这个时候呢，许大厨得帮咱们一块才能有美味吃。哎，来，你把这个。啊，这木耳，咱们不发一样？没泡。没有。哎呦，那你还给自己五分钟？但是，一样我们很有信心。来，我觉得他给自己加难度。倒入温水，盖上。许大厨，温水泡发的，来，你摇晃一下。啊，我摇摇摇摇，快速的，能变成什么呀？能，它快速的长发。那你想木耳变成啥？来，咱们开始调味啊，调这个，用到的辅料有这个千张，对，也叫干丝，北方叫豆皮，是吧？对。粉条，粉条是已经泡煮过了是吧？对，泡发过，提前用凉水泡发。牛肉。大家发现，就是叶大厨所有做的这些准备，都是事先咱们可以准备的。因为这个汤我们提前是没有调味的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时候再调一下味。胡椒粉、盐。哦，用我们的顶峰世家4.0鸡精。嗯。虽然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叶大厨每个步骤都是很从容的在进行。木耳现在怎么样了？好了。哦，哎呀，真棒，泡发开了，你看看，大家看看，哎，这个跟泡发了那个平时挺长时间的是很像的哦。对，这就也是小苗家里面要着急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方法，而且木耳的香味也出来了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锅里面怎么样。好，马上开锅，马上开锅，现在还剩下37秒。好，好，哇，开锅就行了，开锅就行。还剩19秒，对，完成了吗？我们加入小料啊，哇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加辣椒。还有8秒钟，8秒，7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起火，好，好，五分钟，速度够快，对不对？我们完成了既定的任务，你必须得完成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，比如我们烧壶水。差不多都5分钟的时间，是，就是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，可以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很美味的菜品，对不对？是。关键一点的话，今天可以告诉大家，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提前准备的。嗯，好，那接下来，话不多说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
嘿，闻着就香。哎，这个牛肉汤就像新鲜的那个，我们去那个什么牛肉汤店里面煮出来那个牛肉汤，完全不像5分钟能够做出来的淮南牛肉汤，就好像熬了很久的汤底，现在刚刚从锅里面把那个汤打出来，都是鲜的，完全跟5分钟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对吧？对，徐大厨有压力吗？因为没压力，人家5分钟就完成了这个。哎呀，它是一道菜，一道菜，我是两个大菜。你刚刚说多长时间？有点夸口了。你刚刚说15分钟，突破一下自己。15分钟，我觉得徐大厨肯定能完成，但是我们为了更好的呈现这个步骤，咱们稍微多一点，20分钟。哎呦，保证质量，20分钟之内绝对完成。那行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这个倒计时把它设好。搜索魅力厨房旗舰店，优享新米粥组合尝鲜装，开袋即食，尽享美味。提前煮好一锅汤，5分钟就能搞定淮南牛肉汤。锅中加水，放入牛骨、鸡架、牛腱子，加入香料炖2个小时，泡发好的木耳放在碗中备用。粉条、豆腐皮和牛肉片在牛肉汤里煮1分钟，一起倒入碗里就可以吃了。泡花木耳的快速方法是在密封盒里放入干木耳和温水使劲摇晃，可以快速泡发。徐大厨，哎，时间已经给你设计好了啊，20分钟来完成的是剁椒鱼头，还有我们的酥皮肉饼。但是有一个特别想说，您这个剁椒是市面上的剁椒还是您自己做的？哎，今天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在家里做这剁椒非常方便，就买来咱们那个红的美人椒，给它剁碎以后，加上蒜、姜、高度白酒，给它拌均匀了，搁在坛子里头，用水给它密封啊，半个月就可以食用了。可以放多久呢？相对来讲咸一点呢，它放的久一些。一般的来讲有一比例，1斤红的辣椒，对，放25克到30克，这个盐度是不咸的，对吧？哎，完了这个鱼头呢是主角，也是一个啊，最关键的一定把鳞给它去干净。另外呢，对，把黑膜，哎，黑膜去干净，剁上几刀，这大骨啊，对，因为咱们今天有一个限时的，对，把准备工作做好，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完成这个菜。都交代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徐大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你给我放水。好啊，加点油这里。油。好，用我们的金格勒玉米胚芽油，选用新鲜的胚芽，特别的香。第一步要干嘛呢？咱们煸这个蒜跟姜。啊，对，小料。小料煸一下。姜，还有咱们的豆豉。豆豉，给它煸香以后。咱们再加一点小米辣啊，哎，加一点小米辣进去呢，提高它的辣度。这时候咱把这个倒，因为这辣椒吧，腌完之后它辣度它就减弱了，减弱了。哎，再加上美人椒本身它也那辣度是很低的。对。刚才我放了很多油，能把它的香味儿、辣味儿激发出来。许大厨2分半喽，不着急，别受影响。来点蚝油，蚝油，来。加点蚝油，哎，咱们再加一点鸡精。好，顶峰是加4.0鸡精，只要一半的用量就可以达到平时的鲜度。咱们加一点红尖椒，撤它的咸。啊，哎，徐大厨，我想问一下，一会儿蒸要蒸多久呢？蒸12分钟，咱们给它倒出来。咱们炒完这个剁椒啊，可以做很多的菜。这个鱼头呢，新鲜的啊，不用腌制啊。如果说不特别新鲜的，姜啊、料酒啊，腌制一下。对，咱们边说边操作。咱们呢可以。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给你时间太多了5分钟，所以您慢慢给介绍啊？那当然了，这个交代清楚。好，好，可以。一定给它铺匀。水已经开了，开了，正开了，咱们一定大开啊，大开。来，慢点少，小心烫。好，现在徐大厨已经完成了第一项的任务，接下来进入第二项，肉饼的制作。肉饼的制作。好，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了14分钟。哎，这个肥瘦是多少？3.7就可以。3.7啊，这个加一些姜进去，再加一些哪个生抽，加一点盐调味儿。来，胡椒粉。哎，1点点白糖，给我加一点蚝油进去。蚝油，
好，可以。徐大叔，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？就是一个，就是咸鲜的，咸鲜的。包括说，哎，那个油，因为咱们在家里和馅啊，要说头天和啊，第二天吃要加水，当时做当时吃要加油，二两油，二两油，二两。好，它不是本身那个已经是三七的这个肉馅了吗？三是肥的，肥的还是不够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，看起来就香，这馅儿挺好。现在是有闻到那个很浓的香味儿啊。嗯，这是手抓饼的饼皮，对，自然解冻的。哎，软一点呢，它更容易那个撑开。哦，哎，干嘛突然拿一刀？啊，卷啊。哎，这有点像那个甜筒的这个造型，对吧？您这是不是饼吗？烙饼吗？对啊，它这属于多层肉饼，好多层，这也是专业的人才这么做。啊，来，搁上，去油，多来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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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，多来点油，多来点油。徐大厨，时间已经过去了11分钟。大厨，您可以肉多一点没关系，时间超一两分钟不至于。我想吃那个就是肉多一点的。啊，徐大厨，你手好巧。哎，当我没说。就是你让放这么多馅，你瞧瞧，破了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放肉馅多不多不是说舍不舍得的问题，而是说，哎，放到一定的这个肉馅的话，出来的成品的效果比较好看。对，也根据这个面积子有多大放多少馅。我感觉讲得很轻松。许大厨现在还剩6分半。那鱼肯定没问题啊，鱼肯定没问题了啊。那我这也没问题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足够了哈，足够了，只要肉饼熟了就没问题了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呢做点油呢还有步骤，鱼头出来以后，咱们呲一点这个香葱。哦，对，那都徐大厨刚才不着不急的，原来你心中有数啊。徐大厨说15分钟也行，20分钟也行。觉得做在家里做菜就是准备的时间，准备工作，准备的越充足，时间越短。好，那现在比如说像电饼铛，如果家里没有电饼铛的话，也可以在锅里面自己煎，对，也行。OK， 行了，咱们这个鱼，现在时间剩下3分半。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太好看了。哎，咱们来一点香葱给它点缀一下。要是咸味不够可以加点蒸鱼豉油。对，可以可以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可以。好，这油也热了啊，这油一定要冒烟啊。好，一定冒烟，它有出来一个效果。哦，要沿着那个葱花的方向。对，真棒，完成。好，哎，咱们看看饼。好，哎呀，还1分钟，没问题。对，哎呀，真棒，1分钟。好，咱们可以出锅了。嗯，好嘞，哇，很难想象这两个大菜20分钟内能够完成。是啊，来吧，品尝一下吧。好。等等等等等等啊！我不是我还得露一招吗？啊，你来一个，带大家喝个粥，海鲜粥，3分钟完成。工作人员，我们计3分钟来完成一下。好，好，来，倒计时开始，3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把火打开，用我们的魅力厨房新米粥，这都是现成的。对，而且这个粥用当季的这个新米四层锁鲜，吃起来基本上就是跟你家里面的煮出来的粥是一样好吃。糯米粥，对，你看煮的有多好。这比我们速度快呀，非常亮。然后呢，因为是海鲜粥嘛，所以我们就你不切一下吗，虾仁？直接切一下，大份的，大份。对对，咱豪横一点，对吧？大大方方的。对，这个的话，哎，嚼一下，因为它本身没有味道，海鲜粥它还是要有一点咸味。马上开锅了，对，来一点点盐，哦，来点盐，再来一点点胡椒粉就可以。哎，我剩的姜给你。好，其实可以去一点点腥。海鲜粥是放点姜的，更好吃。好，3分钟还盖盖儿。啊，你看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，轻轻松松呗。哦，下次我应该说2分钟。对，一会儿一到点，你直接往这端。啊，对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菜。好，哇，正好开锅。对，这快速完成。咱们先尝尝我这粥吧。嗯，好。
这粥啊有甜味儿，对，很浓，香味儿很浓，很浓，还是米好，米好，要不然它没有香气，有一种一口到潮汕的感觉，就是那种砂锅粥，对，直接出来这种感觉，对吧？我感觉粥里面自家要有猪油的话，少放点猪油、姜丝，哎，加一些青菜，对对，哎呀，我感觉那特别好喝。好，咱们再来尝一下这个肉饼，我还以为这么厚的肉饼里面的那个酥脆度不够，但里面一层一层其实都很脆的，对，非常的到位。叶大厨觉得怎么样？鲜香味十足，你看许大厨加那么多油，但吃起来还不腻，而且关键一点它很香，就是你那馅儿调的特别的好，刚好和那个酥皮恰到好处的那种搭配。啊，最后你的大菜了。好嫩啊，非常嫩，十二分钟蒸的火候刚刚刚刚不能过，你一过以后它就老了，它是外面淡淡的带了一层这个咸度，里面是很嫩的很鲜的，对，因为这咱们自己我在家自己做的它咸度就没这么大，所以你炒的时候加鸡精啊，加蚝油啊，加生抽啊都没有问题。今天特别谢谢二位告诉我们这么多美食的做法，更关键一点是这种半成品的做法，让我们事半功倍，美味不减味，对吧？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独家冠名播出，一袋家常粥只有水和米，还原现熬家的味道。快速做剁椒鱼头，跟我学就对了。剁椒加入豆豉炒制一下，然后铺在鱼头上，上锅蒸12分钟，撒上葱花，刺上热油，这道菜就成功了。划重点，剁椒一定要炒制一下，这样香味才能激发出来。手抓饼做肉饼简单又快速，猪肉馅加入生抽、盐、鸡精、油等调料，最后放入大葱，把肉馅涂抹在手抓饼上，切个口卷起来摁扁，放在电饼铛里煎至成熟就可以吃了。划重点，放馅料时把边缘空出来，更容易包不露馅。带大家喝个粥，海鲜粥，3分钟完成，没问题，不信是吧？啊，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你不信？我肯定不信。我信。你信？有卖家的是你吗？哎，你不带耍赖的。他是那个只有水和米，你怎么变成海鲜粥呢？我还是有方法的。海鲜呀，你怎么你非得把我的都说了？那我也告诉大家怎么来做。来。